下来请收看蔬食好主意。素食好主意，美味有创意，各位菩萨阿弥陀佛，欢迎收看今天的素食好主意。曾经有人质疑啊，吃素啊单调落伍没营养，其实动物界中体型最大的是什么？是大象，还有能跑一日千里的马，飞跃的羚羊，耕田的牛等等等等，这都是草食性的动物，身体有很大的爆发力，而且我们人类的消化系统结构其实跟草食性的动物比较接近，适合吃素，所以只要能够均衡的摄取各类的蔬菜，不但不用怕吃素没营养，而且绝对可以让全家吃得健健康康，欢欢喜喜。那今天要为大家介绍什么好吃的美食呢？让我们一起来收看下面精彩的节目。哎，再下来呢，要为各位介绍的这一道美食呢，叫做青酱意大利面。好，来，我们来详细的看这些食材。这个是意大利面，因为这是穿烫好的意大利面。这个意大利面比较粗一点点，好，通常的，这个看就是这个大概要穿烫大概八分钟，所以要告诉大家这个穿烫好的。再来红椒、黄椒，好，这个香菇、生香菇，啊，九层塔。啊，这个是那个菱角，好，薏米水，这个是豆腐，豆已经炸过，先煎过了，因为这样比较快，不然我们时间会不够。好，这个是杏仁碎，杏仁把它敲碎的杏仁碎。啊，重点在哪里？这个青酱，好，这些就是今天的食材。再来调味料在这里，这个糖，啊，这个是九蒸九晒的盐，香菇粉，啊，冷压的橄榄油，这些加起来。就是我们今天所要做的这一道菜的所有食材在这里。哎，接下来呢，我们一样邀请到我们美食达人张师兄。好，哎，陈姐好，嗯，是，请你来介绍我们这一道哈青酱意大利面的做法。先这个示范来做，是的，好不好？各位菩萨说大家阿弥陀佛。那今天哈、为大家介绍比较，应该是因为其实我比如现在点点餐哈，因为小孩子说啊，每次都炒的差不多，来改变一下，不敢。生餐人没吃过，啊，所以也不一样的。因为其实我们吃素的那个，如果小孩子啊，有时候选择性少了，对，所以应该对。其实假设其实可以很多元的，对。所以今天我们要介绍比较西式的方式哈，对。但主要是青酱的意大利面的哈。来，我们先看这个哈，这个青酱哈，说这个青酱到底怎么做呢？哦，是这样子哈。当然，人讲，因为我上过人讲。哎，周老师，啊，你教的青酱面啊，青酱我那无得买素的啊嘞，哦，所以来教人做青酱安怎做？伊主要材料就是这个帕西里，帕西里个高山塔，高山塔两行一比一，这一比一哦，这一点爱喝，这不会再青菜。这秘方又讲出来啦，哎，这无比例袂用的。然后重点是它的好的橄榄油，对，还有脾胃的那个味道的那个松子。没有松子，当然腰果、核果类也可以的哈。这个是青酱，嗯，那当然是一般种类的果汁机哈，油类趴哈，那这个不能碰到热哦哈，那个是弄冷的哈去打的哈，要打碎。嗯，那是油的比例哈，当然就看个人哈。要做是爱讲讲，因为这哈，这帕西里加这个哈，这你哪做？你来讲哈，来。帕西里加这个高山塔哈，咱买来洗好清洁，因为有水分，你放来做好放袂久啊，对不对哈？所以呢，一定爱哈。你若洗清洁的时阵，用热水、热开水、热开水很热滚的，然后滚的滚水吼，啊，你放那些漏斗，哇，咱来讲的好柴那个漏斗，啊，放那些，啊，用那滚的滚水给淋落去，淋落去吼，淋到吼，那高山塔含那个帕西里吼，吼，嫩起，嫩起嘞，嘿，啊，安尼来杀菌，吼，等于说用热水，刚才不是杀过安尼嘛，吼。
啊，再落去掺橄榄油吼，去拍。啊，人外口买是无遐好啦，用橄榄油，那有一般的沙拉油都袂歹。不过还是尽量不用沙拉油。我们自己可以打一些起来晃，好啊，加上一些松子啊，加上什么一点这些坚果类哈，去把它做汤。平常啦，你讲凉面、浇浇面有在会讲。哦，最好对对对啊，所以讲你也使拍一大罐起来扛哈。啊，你若讲用热开水安尼穿烫过，无遐紧的派去。对。啊，你要食要煮的哈，要什么什么那个青酱豆腐啊，青酱什么拢会使，就讲哦一个落去煮拢会使。所以我们今天用青酱。元素哎，青酱。对，青酱来做青酱意大利面。好，这个是我们的对玉米笋。哎，对，玉米笋哈。好，差不多可以的。可以，好。好，我们就。其实这个都做的很简单，主要是那个豆腐带开，再擦两下哈。来，好，来，只能加一点点好的橄榄油。橄榄油，好的。记得橄榄油的油温，它的冒烟点啊，叫做冒烟点，差不多180度。哎，大约啊啦，有人几度唔知你看，大约我手个摸看，哎，有少少安尼就好啊啦。主要是火卖上烟，哎，唔能讲啊，滚滚，刚才袂说煎物件滚的时候，物件才好，安尼唔好，安尼破坏它油的一些营养价值。对，好来，好来。接下来就是香菇先下来。对，香菇，香菇稍微拌炒一下。对啊，对啊，对啊，对啊。菇类好，其实它碰到油啊，加一点点温度啊，它的香气就会出来啊。这个是我们在家里哈，其实在做蔬食料理里面哈，能够有好吃或是口感的部分是非常重要的。那当然，那当然，所以营养也要有保存，因为这样没有很油温很高的时候做起来，还好还好，营养都不像流失。哦，你讲哦，公公吃一节都可以，绝对走开物件哈，这样不好，营养流失会变质。变质，对，它的油温太高。烧滚嘛，油烧滚，把迄迄物件拢煮到拢好，变质给抹。好，我们接下来要一点豆腐跟菱角好了。好。麻烦师姐，好 ，OK， 哦，好，这边要切开菱角，要用下面开呢，菱角，这个土豆了，来，来菱角，好，几颗菱角，菱角也可以，杏鲍菇也可以，这个其实就看个人喜好啊，因为今天最近的产季，菱角还不错，菱角个别卖哈，好，差不多了，我们放上玉米笋。好，米笋，然后再稍微炒一下面，就准备可以下去了。有的哈、哦、怕会烧焦，所以它会先放水了哈。对了，先放高汤了。好，啊，我们家里没有高汤的话，你就用水就可以了。大概三汤匙。对，因为等一下要给它收汁。好。好，调味料要不要先放？好，可以。安尼卡袂哈。来。比较均匀。一样，很简单。盐巴啊，看你自己哈。抓一下，面的多少跟那个下的那个调料有关系，材料有关系，所以一定要注意。好，真的可以了。好，这两个很简单哈。要不要一点糖？你不是有一点糖？糖应该不用，不用也可以的，因为有香菇粉的香菇粉的，好，好，意大利面来，好，真的可以了，这样就可以了哈。OK。好，那然后呢？还是一样，要给它收汁。稍微收一下下。你看，本猪意大利面一定要收汁。这个青酱意大利面，其实我们那个青酱哈、哦，九层塔哈、哦，那很容易氧化，所以一般哈、哦，差不多被喝行，开老母的了哈，母的面的欧罗肉啊，要擦开爱切哈。啊，那我看人那边意大利面是有加一点奶，啊，看不同，这是两种不同做法的意大利面。好，那是好。啊，那这样做后买再撒一啊，这个就那个杏仁碎，杏仁碎，加上去，哎，对对对。好，啊，这是青酱，所以差不多了哈，差不多了。还有我们的红椒、黄椒下去，九层塔也来给它下去，很快吧？哈，哎，对，对。而且你做好的时候可以撒上一点起司。哦，也可以，今天很起司，就汤哎呦哈。啊，所以看你，假如说你喜欢有起司的味道，你就可以加一点起司。对对啊，有人讲哦，我吃外口人那边意大利面加一个鲜奶嘛。
鲜奶油，它就很香、啊。对，因为有的小孩说，哦，我那外不是别人家不让给呢，偶尔鲜奶啊，加点鲜奶，加点鲜奶油。少吃了，少吃。哎呀，吃少一点不是别人，他刚你家不让给呢，偶尔吃一下无所谓。所以哈、啊，这个吃意大利面啊、嗯，不一定要上馆子。嗯对，就跟当然嘛，当然一样。哎，对。啊，有人唔捌，你唔捌的时阵，你就唔知讲到底是要哪做，可能才会好食。很简单啊，这前后顺序注意一下。对，注意一下这个顺序就可以。好，差不多了哈。哎，就是准备我们的青酱意大利面，要给它准备下来。哎，如果自己做的话，我们建议就不惜成本了，青酱更多一点。对哦。那香气会好，因为它里面的。那个松子啦，哈，跟好的橄榄油跟这个巴西里九层塔这个味道是非常融合的。对，所以在家也可以做一桶哈，这种一大罐的这种青酱。两三十。啊，很多莲友以前看到我说：“周老师啊，我哈四个人去问看青酱安怎做哈，安怎买，无通我买素的呢。”无通我买素，对，市面上是比较少的。对啊，还一点点都加。哦，弄过来啦。啊，无再等你浪费唔好。哦，赞啊！所以说齁，这个特别的跟大家交代，你要做青酱很简单，就是帕西里加上高山塔1:1，重量去比就可以，1:1的齁。好，差不多了。你半斤就是半斤，这样洗洗就是冲，这样就可以齁。因为很多人单要做这行，不能做青酱，所以我要给大家交代更清楚。交代清楚。以后不会说啊、哦，你的青酱面好好吃哦，但是不晓得怎么做，青酱是要倒买，妈妈要倒买，所以我也不知道有素食的青酱在哪里，所以我们这次特别跟大家交代，对，青酱怎么做哈、哎，大家好来，这面膜 okay 了，这心最真水呢，对，嗯，没办法，来切一个哈，麻紧，来，洗一下一个哈，开始抓来切一个，好来。哦，这一盘嗯，非常到位的样子，香气是够，哎，香气够格哈，这个青酱的香气非常的浓厚，非常棒。啊，你也做后其实你没有加奶的话，上面可以撒一点这个像什么杏仁碎啦，或者是说那个那个什么那个叫做起司粉哈、撒下去，哦，阿得就好解，放一下，哎，这样就 OK 了啦。好了，它外面看看香丁啊啦，来，好，这个这一盘青酱已经完成了。所以这个是比较西餐，但做法其实主要是酱汁弄的，就其他就对。所以呢，谁说素食呢不能做出好吃的西餐呢？对不对？你看我们这个今天做的。哈，都是西式的比较多哈。好，上面放一点。上我们的杏仁。杏仁当然主要是增加一些对的，也是口感也差很多啊。口感香气，好，可以了，这样就完成了。完成了青酱意大利面，请大家一起来做做看。青酱意大利面，食材：意大利面、红椒、黄椒、生香菇、九层塔、菱角、玉米笋、豆腐、杏仁碎、青酱。调味料：糖、盐、香菇粉、橄榄油。做法：一、先将意大利面先煮好备用。二、将豆腐用油煎至金黄色。三、香菇、玉米笋、红椒、黄椒、菱角切成块，用油煎至金黄色。四、加入高汤、调味料、煮好的意大利面，大火炒至收汁为止。五、起锅前加入约两汤匙青酱拌匀即可摆盘，再撒入杏仁碎。啊，
哎，再下来呢，要跟大家介绍这一道菜叫做什么呢？叫做吉祥美味炖饭，好、哦、炖饭，好、哦，这帮助的看嫩，哈、哦，所以老人也很适合吃。来，我们先看看食材，这里，哈、哦，这个是那个南瓜子，其实你嘛不一定爱用这款，你个个爱用什么都能晒啦。这个是鲍鱼菇，好、哦，红萝卜，这个最主要这个牛肝菌。这是一种菌类的东西哈，菌类的菇哈，还有这个美白菇，有人说是白精灵，啊，这个是啊那个四季豆、香菇、生香菇哈，这是这个白饭哈，要煮好的白饭，你剩的饭来做最好哈。然后这边调味料是啊九蒸九晒的盐、香菇粉，啊黑胡椒，然后这个橄榄油，所有的材料都在这里。这一道做起来可以做一个很好吃的炖饭。哎，这一道吉祥美味炖饭，我们依然请到我们张师兄。师兄好，来示范做。好，好，很开心啊，又来到我们生命电视台，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了哈。好啦，能够干嘛？这个也是不采啦，但是就是互相来研究，如何做菜做得简单，做得轻松，然后吃起来又觉得假寿是袂歹哦。嗯，请问东西。东西我主张讲的一句名言，什么？复杂简单化，好做营养家，素人变达人。哎，我想，哎，安尼听起敢那？叫稻谷嘞，安尼哦，想想嘛，有一点嘛小智慧呢。是啊，我们大家来一起哈欣赏这个，他在切的这个叫做鲍鱼菇，鲍鱼菇哈，鲍鱼菇哈，鲍鱼菇哈，备用。嗯，这个就是美白菇，也是对这个美白菇和白精灵都可以。一条一条把它切断就好了。对，会不会太长啊？炖饭做起来也伤两味。嘿，这个我看再把它切断好了，好不好？这样才不会规盘伤长。嘿，对。所以我们稍微再对稍微给它切小块，就营养，就营养炖饭，就是做起来也看嫩一些，看袂好。老人家、小朋友应该喜欢，对对对，都非常的适合。香菇，对，嗨，香菇哈，也不用很多了，因为我们做几分哈，伤多哈，吃袂完。对不对哈？一份就好了。家里人安尼四个，你量较侪少啊哈。看你人最少，你家己去衡量啦。人多你就哈，人多就用多哈，啊人少就不要弄得太多哈。来，来切一下哈。这个红萝卜哈。红萝卜也是切成大概薄片呐，还较紧实啦。啊，无你这款菇拢，这款菇拢足紧实的呢。红萝卜较慢，所以红萝卜尽量切较。切个薄一点了哈，好，好，可以，可以，好，再来四季豆，再来是四季豆，我四季豆回连刀嘛，我要进哈。其实这些菜只是象征的而已啦，你呢，你自己要什么菜都可以入哈，都可以加在里面哈。我讲啊，我都不爱加红萝卜，你可以加其他的。其实我觉得哈。番茄炖饭也很哦，也不错。番茄炖饭，我用想的还没做过了，但是我觉得它好像番茄也烂啊，生亏啊，哎，蛮下饭的，夏天也不错。对对对，夏天做起来番茄炖饭嘛，刚才没烂。很简单啊，我们这几个菇切好了，还有蔬菜切好了，我们再加一点点两汤匙的，对，两汤橄榄油，或者是你好的油，比较耐高温，对对，油温大概在180度以上的哈。Okay, 好，放上我们大概先几个菇先下去。其实哈，今天有一个角色，这个叫做牛肝菌菇，对，也种菇类的。那这个味道很特别，就胖啊！我头都有评论吗？它这个有点像我们台湾有一个叫做巴西蘑菇，或是茶树菇。那它这个跟巴西蘑菇一个很特别，就是它的多糖体非常非常的高，这个也是一样，多糖体很高巴西蘑菇也。那待会它因为透过这个这个是台湾出产的。这一批是意大利的。好，我听说台湾现在有人在试，有慢慢在试种的，对对，开始出产的没有。好，我们把这几个菇哈。因为菇我们知道一直在讲过菇可以弄碰到油然后一点温度对然后弄一点金黄色的它香气然后又好吃对再炒一下对好
嗯，哎，盘葵弄出来嘞，嘿嘿嘿，啊，这按压下落吧。好，红萝卜可以了。啊、来，好，这个，待会我们要弄水哈、啊，高汤哈、啊，再跟它滚一下哈。啊，那厝那无高汤，那就用一般水就好啊。也没事，哎、对，也是可以的，也是可以的。哎，啊，是，其实高汤也很好做。在家里做一做哈，规罐放在冰箱，啊，随时买在可以当做面做啥都会使，炒啥炒都会使哈。所以讲，其实家里的那些剩的一些菜啦、水果啦，可以把它拿成。会建议大家熬高汤，是因为主要我们没有放化学的添加的东西，对，味素等等的哈，或者是一些市面的、那个。这是上爱健康的，对，最健康的调味品。好，稍微哈、哦，然后有点出水哈、嗯，我们大概就准备我们的。哎，对。啊，这个高汤，哦，哇、哦，你高汤直接冲拢个汤味拢上来呢。哦，哦，这样。炖饭因为放会吸水啊、哦，大概要三汤匙。好，然后加。接下来就是要，先让它稍微焖一下下。哎呀，今天这个算是一个主角之一。它碰到水银丝会跑出来，然后软化，然后香气会就会出来哈。哎、哦，现在有点像酱油的颜色，对对对对，其实它不是，它是菌菇，它本身的。菌菇，释放出来的。好，我们师姐帮我们放我们的四季豆。OK。好。这样就 OK。看颜色出来了哈，调味料来。简单。来，一点点。香菇粉。这个，点点。嗯。然后盐，九蒸九晒的盐，这非常是难得的，外面可能都有了。那个我们咱有先不管盐。当然有很多种类啦哈，自己去挑选啦。海盐、矿盐、玫瑰盐，哎哦，这多了，哦，这个可多了哈。好了，好，接下来就是饭了。来，放在家啦。等会来。哎，对。没有吃完的饭也可以用啊。那如果说其实真正的炖饭哈，放在看了没？一，要用米来炖，用米慢慢炖。但是时间久了，我看人咧做炖饭拢是用饭咧。一般拢是爱先煮。因为咧，你两个煮一个炖饭的，煮一块饭啊，你时间用伤多啊吧？啊，其实你照你讲吼，来真正的吼，意大利咧做炖饭，对啊，是爱用迄米吧，把它控嘛，把它控，控差不多也大概有点困呀吼。啊，其实因一块一块拢系咧炖好好的蛋。有对啦，他因为他做法要很多，那意大利他们在吃哈、哦，其实的炖饭哈，看起来都不是，就里面米心哈、哦，米心搁在顶顶哦，但是我们台湾会不习惯，看这个水不太够，我们再加一点点，对，还没有炖好哈。炖饭就是等于刚刚帮阿祖看暖，看暖一点，去炖用炖的就对了，这个。他已经其实在那个五星级的那个，他米其林的那个哈，其实他用米先慢慢炖，对，慢慢懒，啊，这个是费功夫。人讲一个食饭食三点钟的，你咱哪有迄个时侪时间？咱是安尼，哎，台湾就是哈，来做到迄个感觉出来，啊，时间没遐侪，复杂简单。那现在在台湾的，一般在外面那个，意大利面、意大利馆啊，或者是他们其实也都是煮好的，只是说你的煮会比我们的除了煮饭哦，还要看料吧，因为水分不能太多，因为还要炖水。对对对。好，这个颜色香气就出来了，差不多了。嗯，加汤加汤，没办法。很简单哈。很简单，非常简单。哇，这个大概可以，大概两人吃可以啊。两人吃不完吧？吃不完了。什么好食，大家都算。哎呀，这一点都吃。下尾鸡要吃完的，大概你看水分，大概就被那个饭是整个吸收，然后把那个饭里面也吸了我们那个牛肝菌菇里面的这些香气，还有菇的这个甜度就可以了。炖的不应该加水，影响大，有点文火，慢慢火，慢慢烤。啊，搞个有点湿，看起来有点湿湿的，又不是很水，这个就是炖饭。哎，这个叫好。加汤，加汤。哦，这是在加进碗的有高啊，一定有高啊。里面的那个多汤底是真的够。对对对对对对哦，这个就可以说哈、哦，营养打对均匀的啦。而且我们吃素，其实很多元的、啊、哈，各方面的材料都可以吃得很好。对对对，真的很棒，真的很棒。哦，这个炖饭在。就好吃了，有不同的那个颜色都出来了，菇哈，好，这个炖饭已经完成，请大家来，一定要做做看。
吉祥美味炖饭。食材：南瓜子、鲍鱼菇、红萝卜、牛肝菌菇、美白菇、四季豆、生香菇、白饭。调味料：盐、香菇粉、黑胡椒、橄榄油。做法：一、将香菇、美白菇、鲍鱼菇、红萝卜、四季豆切片，加橄榄油两汤匙，低温煎至金黄色。二、再加入高汤后，放入红萝卜、白饭、牛肝菌等，中火炖至高汤入白饭为止。三、起锅前加入四季豆及调味料，再烩30秒，入盘后即可。是六斋日，为四大天王视察人间善恶之日，劝请大众持守八关斋戒，不杀生，不偷盗，不淫，不妄语，不饮酒，不眠坐华丽之床，不着香花幔，不香油涂身，不观听歌舞，不非食食，也就是持斋或五不食，随喜您的功德，阿弥陀佛。